上潜入敌对房间进行任务，积分高的就获胜。它里面要完成什么？就这两面房子，好吧，里面都一样。就是你要在他们还没醒来的情况下完成这些工作。画的不一样，你是画的不一样。人睡最熟的时候就凌晨三到五点，他如果醒来的第一个，你不要让他醒，一醒你就挂掉。啊，你们这么容易就醒了、哦？嗯，这也太瞎了吧！前面，是因为怎么那么快就觉得，怎么那么快就醒来了？因为我定闹钟，我想要看日出。真的？现在太早了吧？哎呀，太瞎了吧？哎呀，我的妈呀！我想要起来看日出。是啊。Thank you.
好，继续睡，没事。是，睡觉。不是，特别闹。他一辈子都会记得我的脸的，晚上不一样。Thank you.
我都是晚了，给他吓我，我也被他吓到了。笑着在尿喷出来，他之前尿床的，不好意思，擦一下，超恐怖的，败了，你们应该是赢了，对不对？我不一定哦，不一定哦，他们要完成这个内容最可怕哈，来，和不对男生共枕眠及格了，哦，够了，和你，然后还差六分，就是指甲，差了六分啊嘞。16分，看看你们队长哈，多神勇啊！哎呦，哎，他二十分，他没笑，拿出来说笑，你好意思吗？二十一队队长来，他就还五哦，哎，要给你擦纸，没有，我还跟他睡觉。三零刀，我都已经把他抱起来了。对呀，很难。恭喜黄队获胜。